歌手田馥甄一一巡回演唱会台北最终场，两周的时间哦，在台北小巨蛋连唱五场，嘉宾分别是魏如萱、安普、Selina、Ella 以及许光汉。最终场则是迎来好朋友吴青峰一同演唱《你在烦恼什么》。重新演绎经典歌曲《To Hebe》，歌手田馥甄一路走来，成为更坚强的存在。田馥甄一一巡回演唱会13号晚间在台北小巨蛋迎来连续五场的最终场。连唱20几首，田馥甄到结尾还逗趣宣布，这是毕业典礼。主席就位，毕业生代表。至此，就是我田馥甄啊。毕业生代表田馥甄不善言辞，所以想用一首歌献给大家。全场欢声雷动 ，cue 出好友，特别嘉宾就是青峰。结尾两人牵手头靠头，场面温馨动人，但也少不了斗斗嘴、临场发挥。他们好像一点都不惊喜耶，所以我觉得你今天其实应该要做别的安排，譬如说一开始可能是我出来唱先知。毫无冷场的演唱会，田馥甄诚意满满，也带来新歌，让歌迷留下难忘的回忆。记者张志奎台北采访报道。